门挑战大现场，我是芝麻。在我们挑战大现场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会带同学们去很多有趣又好玩的地方。我们的现场你在学校看不到，我们的游戏你在家里玩不了，我们的现场挑战的是你的智慧、你的体能，还有你们的团队协作精神。那么今天我们的挑战大现场又会去什么样好玩有趣的地方呢？让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吧。湖南省安仁县一个美丽的地方，每到春天，这里的稻田公园就成了金色的海洋。大面积的油菜花田吸引来的不仅是各种鸟儿，还有许多爱美的人。如此这一般的田园风光，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向往呢？今天我们芝麻开门的挑战大现场就选在这里了。本期节目又会有哪些幸运的小选手来参加呢？赶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大家好，我叫姜文哲，同学们都叫我机器人。我们是群星闪耀队，他们是我的队友们。我是可爱坚强的李延飞。我是活力四射的李正浩。我是多才多艺的云子明。我是小魔女邓志雅琪。我们的口号是群星闪耀，璀璨夺目，耶、yeah! 大家好，我是谭艺林，这是我的队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活力四射队。大家好，我是爱笑的李希玉笑笑。大家好，我是活泼可爱的李佩璇。大家好，我是任性的和你。大家好，我是跆拳的王子，帅气的何山中。我们的口号是活力四射，勇得你加油。今天这十名同学有幸被我们芝麻开门栏目挑选，参加本期节目田园风光大挑战。在节目当中，同学们将有机会在田间地头体验挑扁担的乐趣，还可以踩上水车试一试自己的力量。除此之外，同学们还可以采集各种美丽的野花来学习制作创意插花，同时他们还有机会拜访当地的土陶老艺人，一起动手制作陶艺。怎么样，是不是很有趣啊？那么今天的第一关挑战任务会是什么呢？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怎么样？嘿嘿，我这基本功还不错吧？那当然，我可是主持人呢。我这不是卖弄啊，因为这关游戏就和扁担有关。说到扁担，它可是农村常用的运输工具，但现在啊，当过扁担的同学我估计不多了吧。这关游戏我们就是要让同学们比赛担扁担，他们要把80斤重的中草药用扁担运输到指定地点，路途中要经过小桥、油菜花田等等等等，看哪队能顺利的把中草药先运输到终点。对于没有担过扁担的同学们来说，这可是一个挑战啊，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吗？重达80斤的一堆中草药，两副竹子做的扁担，同学们要怎样来挑起它呢？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群星闪耀队的表现吧。好，开始，把这装药上，快点快点，把这些像木子一样的东西装进去。这是药材，这个大的好沉呐，太多大了，我觉得你肯定装。你装得下吗？装不下就不要装那么多。可以，这样可以了吧？没关系了，没关系了，装一点儿，装多一点是一点儿。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满载啊！齐，快快快快快！齐，32秒。啊，快快快！你把它补在后面。那个筐呢？哎，药材掉了。姜航泽和李正浩也许是太着急了，走错了方向，
他们赶紧调转头。你帮我们指下路行吗？过很久了，你们第二筐，我们都搞糊涂了。两位男生总算是上了路，他们首先要经过这座小桥。哎，药材怎么掉出来了？幸好有李正浩跟在后面，他赶紧把掉出来的药材往回捡。我饿了，可以了。可是这样的速度真是让女生们着急。那我们他们已经把第二副扁担装满了。可以了，可以了，现在是1分53秒。两位男生刚刚通过第一座小桥，先放着吧。紧接着他们又走上了第二座小桥。江恒泽虽然曾经挑过扁担，但是也许是刚才让队友装得太满了，这副扁担他挑得有些吃力。幸好接下来是一段平坦的道路。哇，好厉害，重要好酸啊，谢谢，给我了，给我了，我不行。但是紧接着他们就要走入油菜花田了。哎呀，给我吧，我高着这么沉重的扁担在细细的田埂上行走，要保持平衡可不是那么容易。加油，这条比赛的路线似乎显得有点长，是走不了。可以了，停停停，等等，另一边的女生还在苦苦的等待他们的归来。因为我们是女生多男生少，可能力气会比较压小，所以我们刚才计划的是男生前面搬。原来同学们的计划是男生负责挑扁担来运输，女生负责来帮他们往扁担里装药材。可是同学们没有想到，这样复杂的路线男生要走这一个来回所用的时间会比较长，因此在原地等待的女生们着急了。然后我们就很急很急，差点都哭了。不要管他们了，大家走。然后我们后来也就搬起北楼走了。对呀，现在是快走啊，1分20秒。快点啊，我帮你们。好，两名女生袁子宁和邓朱雅琪急得也挑起扁担开始运送药材了。两个人晃晃悠悠，刚一出发筐里的药材就掉出来不少。邓朱雅琪赶紧停下来跑回去捡起来，两个人赶紧重新上路。他们快速地通过了第一座小桥，去往第二座小桥。就在他们走上第二座小桥的时候，另一边的两名男生在田埂的拐弯处遇到了麻烦。幸好对方队员帮忙，他们才在崎岖的田埂上能够继续前行。对方的队员不仅扶着他们迈上了高处的田埂，并且还不断地帮他们捡从筐里掉出来的药材。大家都在为群星闪耀队的同学们加油鼓劲。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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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他们的第一袋药材运送到了终点。把药材倒进去。加油！完成任务。郑总，你来帮忙。放车，放车。这时候另外两名女生袁子宁和邓朱雅琪还在奋力前行，不过这样的挑扁担方式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也是头一次见到呢？两个人一前一后，左手提着箩筐，右手担着扁担，在油菜花田中穿行。快一点，尽管这样箩筐里的药材还是会不小心掉下来。快点，快点，来吧。
些东西。对方负责来监督的同学看到这样的场景，也真是哭笑不得啊。又加油，只好为他们加油鼓劲了。加油。这时候男生扁担里的药材都卸下来了，李正浩赶紧往起点跑，可是本应该可以走近路的他，不知是不是太紧张了，又按原路返回了。在田埂上刚好和这两名女生打了个照面，这下大家的阵法全都乱了。袁子明和邓朱雅琪这样的挑扁担方法是不是太不规范了？历尽千辛万苦，他们终于也到达了终点。你手夹一个了，那么快？哇，他们传好多。你看你们，看呀。这时候李正浩终于赶到了起点，李妍飞开始帮他装第三弹药材。又有用了。嗯，还是两名女生比较聪明，卸完药材从近处很快就回到了起点。快点！现在大家都开始忙碌着往两副扁担里装药材了。你可以了，你可以了，好三三七。这一次李正浩决定自己挑一次扁担，也许是思想一直高度紧张，瞧他又走错了方向。错了，是往这边走，是往这边走，是往这边回，是往这边回。这一次他能独自顺利完成这一挑吗？很牛，很牛。显然这对于他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这可是他独自一人第一次挑扁担。蹲下来捡东西的时候，扁担两头的挂钩掉了，想要同时弄好两个挂钩似乎不太容易呀。李云英，我不管。啊，子浩，怎么回事？这时候两名心急的女生再次出发了，瞧又掉了一地。同学们，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呀。此时我们的现场显得有点混乱，看邓朱雅琪自己提着一筐药材就跑了出去。臭手了，加油！快点加油！尽管他很卖力的向前跑，但是他却严重犯规了。加油！对，那我们手电筒，不然我扛着干啥？到终点放下东西，他又慌慌张张的赶紧往回跑。他本想再用竹筐来盛药材运输，可是发现竹筐也不好使。这样，情急之下，他看到地上有一捆药材，干脆用手直接提起来就走。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地上的药材还有一些没有运过去，难怪同学们会着急了。你看邓朱雅琪扛起这捆药材快速地跑起来，他想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些药材运送到终点去。加油，快点，谁都不能给我超过。加油，加油，加油，努力，努力，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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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对方队员提出他们没有用扁担来运送药材，犯规了，因此要重新来运。快点，快点，去重新，赶紧，赶紧，赶紧！你们还要背一些东西回去，因为你们有两只是手提的。我没有手提，背回去要重新背过来。这里还有一点呢。哇，翻了个筐呢。但是心里太急了，所以就急得抱了过去。我们以为可以用手搬，后来听到不能用手搬，我们这就是犯规，又要压一些拉一些重新搬回来。然后那邓朱雅琪刚刚都急着哭了。一定要把它捆好，把它捆好。走去，手拿的不是。走，咱们把那个搞直。有没有纸吗？没有吗？
没事，没事。人不怕鬼没事，应该可以吧？哦，还有一个，怎么了，灯主呀？没什么，没什么，把这擦掉。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把它搬过来了，就不想再把它送回去。但是比赛的规则的话，这样是犯规的，不算。所以应该我自己也有原因。认识到自己的失误，邓朱雅琪尽管觉得很委屈，但是还是赶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重新飘上扁担，继续上路。这个地方，尽管挑扁担对于同学们来说都有难度，但是大家觉得这正是对自己的挑战，是一场公平的比赛。哇！我走错路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公平的比赛。我觉得很公平，因为如果我们用手抱过去的话，这很轻易就可以把那些草药运完。那我还是不帮你了，我不理你。走，你走，你走，让我给。不管了。凭着一股倔强劲儿，邓朱雅琪和同学们在这次比赛中都学会了挑扁担，大家的能量都被激发了出来。瞧，李妍飞挑起扁担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儿。今天第一次挑扁担的李正浩和袁子宁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挑好扁担，就连对方的队员也帮他们加油鼓劲儿。后来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帮忙，我觉得这次我们的队员都很棒，因为他们都搬了，他们都尽了自己的责任。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他们已经胜利在望了。最后一袋药材看上去很重，现在正由领队江航泽挑着它向终点运送呢。啊，你们一共用37分过7秒，你们用37分过7秒。虽然时间有那么长，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因为我们已经尽力了。我觉得我们尽了全力，就算没有赢，也是我们，我觉得还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开始，接下来轮到活力四射队了。他们又会表现如何呢？这前面这把重的插着，把重的挑啊！别急，这个太重了，它背不了。让我先，我先这样子。弄啥？这些背得动吗？你们先装东西。好。好，那个先不要了。这边再装一点。还要装。还有，等一下，看到吗？看到吗？我是。好嘞，可以，走，平衡。没想到活力四射队的女生李佩璇首先挑起了第一副扁担，开始运送药材了。李希玉帮她一起随时捡掉下来的东西，两个人配合默契。手一开始我觉得很轻松，应该不会有什么累，但是我一挑担子的时候，我就感觉他老是在摇晃，担在肩上也觉得好像把我往下压一样的。我感觉挑担子很累，而且挑担子很不容易掌握平衡，有时候前面那个担子东西放多了他就往前面跑，从后面那个东西放多了他就往后面跑，老是前后晃，所以我要调整他的位置。比赛的道路上
有一个坡，有个藤蔓，如果你踩住了，就容易到那个坡上面掉下去。我们走路的时候，那个油菜瓜一直挡着我的眼睛，我本来想用手去移开它的，但是我想我用手去移开它，那个扁担就会掉掉，我就一直低着头，没让油菜瓜挡着我的视线。好，加油！哎，终于，活力四射队的第一弹药材运到了终点。不行，不行，我们要分类。你们要分类呀？对。拿得到吗？你快点说。哎，谭以霖这挑扁担的姿势看上去很独特嘛。这就不得了。看来这样不行，一旁的何妮赶紧接过来，两个人配合着来运送这单药材。给我这本着装的。好，快点快点来，快点快点走。因为我是看那些农民伯伯担这些的时候，都感觉他们很轻松，结果自己一担却很重又很累，全身都是汗。多亏有队友谭以霖在后面帮忙，和你才能够顺利地挑起这副扁担。两个人晃晃悠悠地在田埂上走着，同时谭以霖还要随时注意把掉出来的药材重新捡起来放回扁担内。其实同学们都是这样互相配合着来完成任务的。够了够了够了，上不下了。我说李佩璇在挑扁担的时候，李希玉也是在后面帮忙捡掉出来的东西。包一下。为了捡一捆掉进油菜田里的药材，李希玉的鞋子都陷进了泥坑里。我当时就是特别着急，因为东小伙伴的东西掉到那里了嘛，我也没有注意它没流血，就直接跳下去又捡起来了，但是鞋子湿了。笑笑一直在后面捡，还弄湿了鞋子，所以我很感激他，也很感谢他，是他为我们队获得了一丝光荣。笑笑的举动不仅感动了自己的领队，在一旁的对方领队江航泽这时候也跳进田里帮他们一起捡药材。又掉下来。我刚知道是中途本的东西。一个是我们关了一次。其实比赛的输赢已经不重要了，两队同学通过这一轮的比赛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一次当队员们把一袋药材运送到终点的时候，对方的队员都会来帮忙卸货，然后再帮他们把扁担挑好返回起点。路途中掉下来的药材，对方的队员也会默默地帮忙捡起来。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也从同学们这些细小的举动中感受到了暖暖的善意呢？紧张激烈的比赛就在这样感人的氛围中结束了。加油！红队的用时是20分钟33秒。其实我觉得这次游戏我弄得很愉快，虽然中途鞋子掉到水里去了，脚有点不舒服，但是我们取得了第一，我还是很高兴。第一轮比赛活力四射队获得了胜利。其实高兴的不只是获胜的活力四射队，如果你注意看，刚才在宣布他们获胜时，之前还哭鼻子的邓朱雅琪现在也开心了起来。看上去简简单单一根扁担，要想担好它还真不容易。不相信啊，电视机前的你也可以找机会试上一试。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游戏的第二关了，问答大比拼。今天的问答大比拼规则稍有不同，同学们要一边踩水车一边回答问题，如果踩累了，同组的队员可以接替你。我们的规则是在规定时间内每答对一道题加一分，每踩一圈水车也可以加一分。电视机前的你更看好哪组同学了？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队员们的表现吧。炎黄子孙中的炎帝又叫什么名字？神龙寺。
神农氏的主要功绩是什么？过。神农发现一种能解百毒的草药是什么？过吧。传说神农因为什么误食什么草而死？过。神农本草经是一本医书还是药书？药书。对了，湖南的湖是指什么湖？湘江。错了，正确答案是洞庭湖。洞庭湖是我国几大淡水湖？过。洞庭湖北边是哪个省？河北。湖北。湖南的简称是什么？湘。湘江是湖南省的几大河？河向中帮忙，我踩不动了，快点啊，何向宗！快点！湘江是湖南省的第几大河？三。错，正确答案是第一大。湘江是从北向南流的吗？不知道。过吗？不知道。过吗？过。湖南省的第二大河流是什么？湖南省第二个过完江。正确答案是完江。湖南的主要粮食作物是什么？过。水稻原产于哪个国家？过。湖南的主要油料作物是什么？过。在安仁油菜几月开花？三月。油菜籽榨出来的油叫什么油？过。说出三种用大米做出来的小吃。过。水稻能在我国最北边的黑龙江生产吗？过不过？水稻能在我国最北边的黑龙江省生长吗？能。水稻能够用来榨油吗？不能。错。正确答案是能。来，21圈，红队一共踩水车踩了21圈。红队只答对了6道题。安仁县特有的民俗活动赶分社是在哪个节气举行？春分。赶分社是为了纪念哪个传说人物？神农炎帝。一年中白天和夜晚一样长的还有哪一天？过。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的是哪一天？过。夜晚最长的是哪一天？过。锄禾日当午的下一句是什么？夯地禾下土。辣椒原产于中国吗？是。错，正确答案是不是。辣椒原产于美洲。湖南东边是哪个省？过。五岳中的南岳是哪座山？衡山。衡阳是在衡山的南面还是北面？北面。错，正确答案是南面。耒阳县的耒是指什么？过。别名涪城又叫临城的是哪座城市？过。过。不会啊。
江信字绕春山的下一句是什么？怎么过？这是一首唐诗还是宋词？那你？这是一首唐诗还是宋词？宋词。对了，我猜的。它的作者是谁？猜不清。夫人。它的作者是谁？这个人。不。春分之后的节气是哪个节气？节气。春分。不。赶分社集市上卖的主要是什么？药。春分日是白天长还是夜晚长？夜晚长吧。错，正确答案是一样长。时间到，是我。他们一共踩了15次嘞。他们一共答对了7道题。经过2轮比赛，目前活力四射队以2-0领先于群星闪耀。第三环节，默契大对决。这轮比赛比的是同学们之间配合的默契程度。今天啊，我们为同学们准备了很多的农作物，看看哪组同学猜得更多。你来比划，我来猜。电视机前的你也可以参与进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描述方式。那么哪位同学会在规定时间内猜中的农作物更多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让我来动画片里面5个喜羊羊，错，喜羊羊也会看到，错，不是，我先猜后面2个字，你们先比划嘛，葫芦，春夏秋后面，秋的后面，哦，四季豆，豆豆豆花，对，我的外号叫什么？笑笑，错，从我的名字中的鱼头。夏天吃的一种长长的水果，长长的，外表有点像甘蔗，对。苦。反义词是什么？甜。甜。对。下一个是白黑甜菜，对。什么？这是高，这是矮，不是矮，低。哥们。宽是什么？宽短窄大窄的金子，换一个吧。过水里生长的，在水里的稻可以煮汤，水海带，没有，它中间还有圆孔，红豆，没错，中间白色的，它是白色的，没错，圆形的，没错，它中间还有一个洞，啊，再有一些洞，上了皮油可以爆莲藕，对。也是一种吃的，前面一个字是动物，飞的，飞鸟飞的，鸟类过冬，春天回飞，大雁，不对，燕子，对，后面那一个字是也是黄色的，农作物，没错，稻田里面生长的农作物，没错，燕麦，对，兔崽是什么？胡萝卜。夏天是什么小菜？洋葱。错。藕里面会有什么？藕丝。藕字去掉。丝瓜。对。酸甜什么辣？苦瓜。我们要喝什么？水。第一个字对了。田里应该会有的那种。水稻。是什么？非常非常的什么？小。我们要吃的是什么？对。这个字和马铃薯是一样的那个词。土豆。对。是什么？是什么？韭菜花。把花字去掉。韭菜。这个节目叫什么？芝麻开门。把开门去掉。芝麻。
然后是圆形的，外表有一个红色的皮，但是它有壳，剥开壳里面是一个圆的，然后有红色的皮，是什么？花生。红橙黄绿，然后可以吃，就是小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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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绿豆，对，红橙黄绿什么金，后面还有一个字，它是这么大的可以吃的，但是很辣很辣，青豆，是辣的辣，对对。经过三轮的比赛，目前两队的比分是这样的。在田野里玩耍，采一把野花装扮自己，摘一些野果来品尝一下，这是多么惬意的田园生活啊！接下来，同学们就有这样的机会了，他们要到田间地头去采一些野花，当然少不了油菜花了，然后和插花师一起学习制作插花。同学们的创意作品最终要由大众评委来为他们打分。春季里，田间地头盛开着各种美丽的花朵，在这个小河边，同学们发现了许多颜色各异的小花。现在两组同学都在为自己即将要做的插花作品寻找材料，大家注意看，同学们这些取材方式是不是正确的呢？啊，首先我要表扬的是，就是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大花的也有，这种碎花的也有，是吧？颜色呢也比较丰富，哎，白的、黄的、红的，这样就比较好搭配。而且这都是表现春天的一些植物，但是呢，也有一些小缺点。比方说这一棵就很好，这个茎比较长，我们比较好造型，而且它可以作为背景陪衬，都可以。那么这个呢？它本来是应该做点缀用的，可是它太短了，我们插得太低的话根本就看不到了。其实插花呢说是艺术，可是我们人人每个人心里都有艺术细胞，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艺术创作。接下来就是发挥同学们聪明才智的时候了，两组同学开始创作自己的插花作品。活力四射队的同学们先在插花泥上画了一个圆圈，这是要做什么呢？它正好是黄色的，就可以春风月亮。群星闪耀队的同学则在上面插了一些绿色的叶片，还有一些小花。当然，大家所用的主料都是金灿灿的油菜花。一会儿功夫，两组的作品都做好了。我们的花叫美妙花丛，后面绿色的叶子是点缀，而这前面的花是主角。因为黄色是活力的颜色，所以它们是主打色。我们的作品名叫花好月圆，三月正是油菜花开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主打色也是黄色，中间我们点缀了一些红色的花，表示红红火火的意思。现在我们请来了七位大众评委来给同学们打分，觉得哪组的作品更出色，就请站在同学们的身后吧。小朋友由妈妈带领算作一票。显然，活力四射队的作品得到了更多评委的青睐。一二三四，经过四轮的比赛，目前两队的比分是这样的。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带同学们来到了一个陶艺场，这里是郴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奇所，同学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制作陶器的传统技艺。这些同学们平时经常能够用到的土陶餐具，其实都是用一种叫做高岭土的陶土烧制而成的。瞧，
这个用来切割陶土的工具看上去是不是也很有趣？现在土陶老艺人李公明老师就要给同学们表演手工拉坯了，大家可要仔细看哦。这是把它项目的东西把它搞搞起来。哇，越来越快。哇哇！哎，要这么快，它这个陶器，因为它一个惯性嘛，是不是？这个学了没有啊？这个一个惯性嘛，利用这个惯性把它转起来吧。嗯。哇哇！葫芦。做一个葫芦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哇，它要做小，你要怎么把它中间呢？中间它就把手放在那变魔术。哇，太漂亮了！好神奇！像葫芦吗？不像。嗯、啊。不像。马上不像。马上就像了吗？哇！哇塞！神奇、啊，我说。好神奇啊！怎么回事？它上面那个还有点不圆。哇！真的闭眼了。真的是个葫芦，现在这像葫芦了吗？像，像极了。没错，我这个葫芦把它切下来，嗯，切下来比四海群薄的。那手拿的时候，这个不会变形？不会粘着吗？不会粘上面。刚刚我不是用那个东西把它切下来吗？它不会。拿起来试试。那就接下去吗？接，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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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好一点，好一点，好，来，我来放在这个上面。等多久啊？等我点。嗯。嗯，就新鲜的一个葫芦，葫芦宝囊一样，可以装水，没错，可以干了，干了。同学们都很想自己尝试一下拉坯，不过现在他们要先帮爷爷来干点活。两个小组现在要开始比赛搬泥巴了，在规定的3分钟时间内，看看哪组同学搬的泥巴多。搬泥巴可是个体力活，同学们从屋里把泥巴搬到屋外来回跑。眼见着屋外的泥巴堆成了堆。同学们也都累得够呛。3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究竟哪组运的泥巴多呢？现在我看了，依我看了，这个蓝队呢还是比较多一点点啊。接下来给同学们每人一次机会来体验用陶土拉坯，加油加油！同学们会做出怎样的作品呢？因为刚才蓝队同学帮爷爷搬了更多的泥巴，所以他们可以用这个电动的拉坯机来制作。看，江航泽本来想做一个碗，结果做成了一个盘子。盘子破了。最不幸的是，这个盘子在取下来的时候出了点意外，随后变成了这样。你帮
缸。李正浩想做个烟灰缸，可是在转盘上实在是难以控制它的形状，最后变成了这样。裂了，用这个水。这就是最终成品了。也不是故意的，人家是好心帮你。李延飞拉的这个坯看上去还不错，不过他们做的比我们好得多呀。可是稍不注意就变成了这样，修修补补，最后为什么会这样？他的作品是这样的。别看活力四射队用的是传统的手动转盘，他们的有些作品看上去还真不错呢。这个可以啊，真可以！大家听人就飞。最终，两队的每位同学的作品都摆在了这里。红队踢一名，哈四分；踢二名呢，七分。最终，活力四射队的总分高于群星闪耀队。红队会上。经过五轮比赛，最终活力四射队获得了胜利。哎，我们在陶瓷厂发现了这样一些有趣的东西，你看，上下两个底都是空的。哎，芝麻哥哥，听说你见多识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哎，你突然这么一问吧，那把我给问懵了。那你说它是个容器吧，可它上下都是通的，怎么盛东西呢？他们不是在一个土陶厂吗？那会不会这是一个制作陶器的工具呢？电视机前的你，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答案呢？这样，我们还是到节目里去找答案吧。看，陈爷爷把这些圆圆的东西轻轻的一敲，它就变成了一片一片的。再看看周围的房顶，芝麻，现在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吧？哎呀，原来就是瓦片儿啊！可是做成圆筒形的，怪不得我们认不出来。原来房顶上的瓦片是这么做出来的。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也长见识了呢？这就是我们挑战大现场的节目，在不一样的现场带给你特别的收获。我们的现场已经为你做好准备，电视机前的你也想来挑战吗？今天的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再见。一起走牵你的手，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